什么声音？不知外面发生何事，且出门一探。师兄说过，此处从无外人，这些黑衣人是如何闯入的？ 受何人指使，竟敢擅闯侠客岛？无需废话，直接干掉！岛上来了外人，却得尽快去告诉师兄。 人有命，格杀勿论。我已将其重伤，速速。你们休想！
不错，还能活着到这里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取你性命的人。你要死了，真可惜。住手！师兄，你醒了，师兄。我好像做了一只是梦而已，一切都好，但我只记得随你一起离开门派。此处是侠客岛，我带你来拜访前辈，途中船遇风浪，你磕到了脑袋。磕到了脑袋？可我怎么觉得嗨，你自小容易忘。也对，我从你从小到大最你们可打过瘾了？哟，你总算舍得将你的小师妹带来了。叶大哥又说笑了。晚辈拜见两位大侠。嗯，不错。我？不是每个人都能来吧。来吧。好了好了，不打了。不错，傅大侠，是在你年纪轻轻，我这儿有本心法，晚辈叶大哥就别挑。行，你们随意走吧。此处曲径通幽，却不知是通往何处。我带你去见一位故人。故人？那一定又是一位十分厉害的大侠吧。嗯，故人一去多年，我已许久未同人谈起他了。临走之前，我想和你一起见见他。
燕大哥，好久不见。天涯有蔷薇，这是昔日江湖名宿。蔷薇剑燕南飞，我知道你一直向往江湖。师兄，你什么都知道啊。我们不让你入江湖。我不怕凶险。我知道今日江南，你去到江南，替我将两封信件交给天风盟与青龙会之主。好，我懂了，我一定会行侠义。嗯，来，陪我一起。师兄，燕南飞也是你的好友吗？是的，我初涉江湖之时，他是第一个给我勇气和信念的人，也是第一个让我明白什么叫做一入江湖生死为僵的人。少侠，请来殿前一叙。在他离去后，我又遇到过许多人，历经了许多爱和恨。若真孤星照命，叶某唯有以剑破之。我会做我应做之事。多情山色，有情江水，笑我归无处。我会用八个傀儡保护你，别怕。天上白玉京，十二楼五城，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你会不会？我吗？从无悔意。每一个人都走在他自己的路上。我自己的路自己走。你是我朋友，这世间唯有生死成败，并无正邪对错。生死决战，败就是死。花未凋，月未缺，人就在天涯。师兄放心，我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我的路。